而且这一款是我吃辣有史以来啊第一次吃到那个辣呢，从前面的刺辣到后面的麻痹，我完全感受到了。它上来的很快，退的也很慢啊。嗨，前阵子收到了一个小粉丝跟我们说，他想看24小时泡面挑战，没问题。框框呢就是以吃辣见长的，所以这个挑战我收下了 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呢也不用多说了，就分三餐，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午餐晚餐，我们分三餐来挑战。我们来介绍第一个选手。日本18禁的泡面，这一款我哈很久了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一直不敢买？它超级贵，这款多少钱？500多，我记得没有错是588啦，哦，大概就是这个上下，真的太贵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吃面。接一根鬼椒，哎，好扯，闻闻看，你要吃吃看吗？不要，闻闻看，那你闻闻看，香香吗？好吃吗？不要吧，你老母都扛不住了，你可以直接吃了啦。谢谢。超辣的哦，它那个，我跟你讲，有一种辣呢，是我们这种吃辣人才知道，有一种辣是你只要一碰到舌头，你整个人都会毛起来的那一种，这个就是那一种，哇，根本吃不到咖喱味了。是好吃的吗？不会是啊，像这种。冰水先准备，先准备。哇！我的喉咙整个非常的灼热。哇，这个比这个比，他关心你，你去拍拍爸爸，拜拜。秀秀，谢谢。秀秀，这个比我们之前吃什么韩国那一款还要辣哎、欸！哦，这个我不行了。这个我没办法了，不辣。框框呢，就是以吃辣见长的。你们觉得我浮夸是不是？不要。我们让小胖手碰一点点点就好了。我说我不要。瞬间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它的好刺哦。而且它后劲超级强的。换回来，换回来，换回来。小胖手，你叫我再吃一口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再吃一口，我再吃一口。吃面就好了，不要喝汤好了。我现在辣度才稍微缓下来而已。而且这一款是我吃辣有史以来啊第一次吃到那个辣呢，从前面的刺辣到后面的麻痹，我完全感受到了。这一款很夸张，这款真的有人吃得完吗？它上来的很快，它退的也很慢啊。
这种泡面哈，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评分的啦，就是零分啦，因为你们不会想吃的。又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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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上来了。啊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们明天中午见。我本来还想说这一款呢不怎么起眼，我本来想说再多吃一款，没有什么再多吃一款了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这个时间呢，我才刚起床，因为昨天吃完那一款辣泡面之后呢，我整个晚上就在厕所里面一直折腾，真是出师不利。今天我要好好的表现一下。今天中午呢，我们来吃黑样的最强地狱炒面。这个光是包装看起来就很可怕，不过没关系，再可怕的我们都经历过了，所以呢，吃面好。我们面都煮好了，基于昨天的前车之鉴呢，我今天呢有准备了秘密武器，直接就是五杯先准备好了啦，不用多说了，我们开吃。完全没有问题，这一款其实还蛮好吃的欸。我信你个鬼，它是有点酸酸辣辣的口味，然后带一点点甜。不是不辣，是我的功力就是在这里，我没办法了，不辣。昨天那个真的是踢到铁板了，它比我们上次吃的那个韩国的那个地狱死神辣椒那个还要辣，我觉得辣的还要多很多哎。其实也是蛮辣的哎。哦，要安慰我吗？谢谢。妈妈，有你真好。谁说生儿子不贴心？阿婆多贴心啊！怎么样？可以吧 ？KO， 好，我要去休息了，太辣了。晚上见。晚上呢，我们来挑战马来西亚的 Debug 地狱鬼椒杯面。这一款跟昨天十八禁唯一不同的呢，是它是干面，看起来就是那种黑黑的面条，然后再搭配那个油油的那种辣油之类的，我觉得看起来超好吃的、欸。但是我不知道我扛不扛得住欸，因为昨天是失败嘛，就吃几口我就扛不住了。但我觉得呢，汤面跟干面呢，汤面我真的抗压比较低，因为那个热度呢会让那个辣度又更辣，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成功，好不好？啊、你一定要进来哦。好，那我们 Let's go。今天这一款呢，它的样态非常有魔王的姿态，不仅黑不拉几的，我现在光是那个味道上来说，就是刺鼻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有附一只小叉子，我们用这个来吃。哎、欸，先把我的法宝献过来，丢过来。今天我们准备沙士来对抗它，好，来喽。这一款呢，一样是属于那种甜辣口味，然后一样你会吃得到那个辣椒非常刺的那个味道啊。可是严格说起来，它是好吃的。昨天中午那个十八禁真的是完全没办法入喉，这一款就 OK。哎、欸，它的面条超 Q 的、欸。
那这款我可以哎，所以其实我是高手嘛。对啊，不要被昨天的我。公三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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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三小。你先吃完再说吧。爸爸，爸爸，我没事。拍一张证明。小朋友不要轻易模仿哦。好，这一次的，我现在喉咙好辣哦，帮我拿一个冰块。好，这一次的24小时大泡面地狱自杀挑战。就排到这边了，3战2胜，还算成功吧？给我一点掌声，谢谢。好，假如说你们喜欢这类的自杀挑战呢，不要留言告诉我，我不受理了，真的太狠了。好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超级能吃辣的泡面职人张狂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